口畅爽，家常也称席。本节目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是我们收官之战，这一次我们分为两组，然后你们要去邀请101个朋友参加最后一局的百人烧烤大局，看谁邀请的朋友多，谁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朋友王。这一轮游戏叫做美食耍大料，这一轮我们会发40张70年代和80年代的邀请卡。我们最后两个了嘛，是吧？我们同时拿，同时演。紫苏叶，紫苏叶，哇，我们好爽，我们草莓酱。你们转过去，我们转过去，塞到一个人的嘴巴里就好了。你想吃吗？你们好了吗？嗯，我们好了。卓璇，下一个节目在哪里啊？子宁今天晚上跟谁舞台？哇，我都准备好回答问题了。不问他，都吞了吗？紫苏，你还没嚼啊？我都咽了。陈卓璇，陈卓璇，信不信我？我觉得是陈卓璇。涛妈该吃了吧？我觉得也是。涛妈还没吃吗？还没吃完哈、啊，那紫苏叶。什么意思啊？就必须我吃吗？认真了，发现没？来吧，那我们就。听了吗？那我们选陈卓璇了。你们选谁？我选他吗？我也选他。3、2、1。哦，你看看是不是你？看不出来啊。终于算是勉强挽尊，赢了他们一次。挺好，我们今天这个第二家吃得很开心，重点是我们通过努力也拿到了一些，虽然没有他们多，哎，但是呢增进了我们的友谊，尝到了很多的美食。好吧，我们一起出发去下一个美食的餐厅吧。好吧，走起走起走起。感谢子宁这么辛苦的来到了我们其中这一家餐厅，好不好？但是我饱餐了一顿，真的很开心。接下来我们是要去哪里呢？县政街啊。我来过这边，我来这边小酌。请问你小酌的是什么？很关键。你看你这个节目以后就做不长久了。哎、请问你小酌的是什么？可口可乐。哎，对不对？要有这个意识啊。对。怎么样从一个节目里找到下一个节目的工作啊？好大呀，这个烧烤店。这不是萌粽，是很隆重。对，很隆重。上二楼来了，来，哎，这小店人还不少呢哈，没事，宝贝儿，你上。可以啊，阿姨，你可以啊。你上，我可以。哇塞！首先先看着卤虾了，哇！想吃几手牛油？想吃。哇，三个姑娘吃的蛮丰盛的嘛！哎呀，哇，他
们都你看都是堆了一座小山，四个人吃不少嘞，可以可以可以。哇，香肠！咱也别羡慕他们了，咱们点起来吧。对。哎，老板，点餐谢谢。好，扫码点餐的哈。扫码点餐。来吧，事已至此。你发现没？没有一个人动，都在等你。略有一些尴尬。我们是飞行。飞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招牌是它这个烈火牛肉，这个得吃，最近有名的很。微辣免葱。招牌的蒜爆鸡。蒜爆鸡。你们可以点一点。有，可不可以点一个蒜爆鸡去蒜？五花肉没有。可以点那种清爽，它有那种什么紫苏杨梅那些有没有？我觉得那种好。我也觉得那种好。清爽的那些，或者那个什么桃，对吧？紫苏桃。嗯呀，我宝贝儿，这个对劲儿。已经下单了，各位，请给我们来一点最好喝的可口可乐，好不好？对，我要有糖的。我也有糖的，谢谢你对我综艺首秀的提携。一口畅爽，烧烤也成局。我一般跟演员朋友就这么聊的，就虽然你现在发展也很好啊，没有，但哪一天大红大紫了，别忘了行哥，你跟你拍的戏的导演跟制片人说，缺不缺 OST， 主题曲、片尾曲、插曲，你们俩一个拿片头，一个拿片尾嘛，就完事儿了。行，我们一个片头，一个片尾。趁着子宁不在，子宁是谁啊？刚刚那个。其实现在我觉得更好的是唱插曲，因为片头片尾会员直接就跳了都。确实是。唱插曲。嗯呢。你像之前那个，在我印象当中那些老电影里边的，你记得都是插曲。哎，比如说呢，好吗？泉水叮咚。泉水一叮咚，泉水一叮咚，泉水一叮咚响，对吧？我还会唱。两个妹妹都懵了，他俩肯定没听过，你知道？真没听过啊？耶，没听过。好想加入，好难融。那个海外赤子，就我爱你中国，我是唱了一辈子。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放过的秧苗，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是不是？你唱一辈子，真是。涛妈也是当打之年哈。我觉得咱应该一起敬一下泡妈一下，好不好？哎呀，真的，向您学习，向您学习，我们都努力，我们都努力啊！好。哇！来了，吃的来了！哇，一看就好吃。哇，这个色香味俱全的感觉。对，涛妈说，屏幕前的宝宝们先吃。对，哦，那个蒜爆鸡你可以吃那个鸡来，来吧，烤串趁热吃，大家好。嗯，这可以。蒜爆鸡，你看，一颗鸡一口蒜，一颗鸡一口蒜。有。嗯。这是烈火到什么程度？这是什么？那是鸡，这是烈火。这是烈火呀。对，烈火牛肉。啊。烈火到什么程度？对，我就要看看烈火到什么程度，因为一直都推荐这个烈火。然后我也要尝。你看，我呢？嗯，好吃，这个好吃。烈火牛肉，就是辣不那么辣呀，还是
它不算很辣，其实对，香的，对。谢谢。哎呀，这个特别好吃啊，红红火火的。哇，太狠了吧这个。好吃哈。嗯，好撑，你还在吃呢？哎呀妈呀！哇！哎妈！哎妈！谁呀？回来了！海涛，我忍不了，跟你说。为什么？对呀，我们怎么亏待你了？对呀，我们只是被低级开除了，难道我们还要被这个世界抛弃吗？是你回来之前，他们一直在用这个来给我压力，说就是我们马上就走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季了。哎呀，没事，杰哥别担心，他们不也是排在前浪，排在沙滩上吗？马上新的浪要来了，第三浪，朋友请吃饭对决季。对，来，现在呢，我来说一下游戏规则。这一局的游戏叫做美食耍大招，看谁吃得翘。然后本轮呢会发36张邀请卡，分为两组，也是第一季和第二季，是一组吃烧烤的花样姿势，然后另外一组模仿，哪一组模仿的像就加一分，然后最后积分的多的就拿到那个邀请嘉宾卡。这把那就我当裁判，也行，你们年轻人表演，我觉得可以。行吧，这样吃吧。来吧妈，我们跟大家走一个。不就这么吃吗？对吧？今儿硬，我帮你，我帮你。不能帮助啊！真的是，我。没做到哈，算做到吗？做到了，我吃到了。他没有做到的。是啊，那个苏醒是刚才妹妹那个帮了一下，所以半分嘛。半分忽略不计嘛。回谁跟你忽略不计？我一的一半是不是0.5？是。0.5分。四舍五入是不是一？不啊，不能算，不能算。妈，你说句公道话。妈，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刚你说句公道话，刚才算谁赢？自己亲生儿子可以偏向你，就是有点明显了，没事没事。哎，我们还有个云端裁判，云端裁判是我吗？哎，妈，这边有一个裁判的工作。喂，妈妈。哎呀，妈妈。哎，妈妈，哎，妈妈在这儿。得了。这个的话吧，就给苏醒了。哎呀，涛妈明鉴啊，太好了！你看我妈多公平，还知道谁是儿子。啥意思啊？因为那个动作呢，是那种分享友情，就你这样一边一个。哎呀，我吃不了那个燕窝过的那串儿。行，这个叫友谊串串，祝福我们的友谊可以厚一点可以天长地久。好，行吗？行，我能做到。友谊的串，我们站着来啊。不要停停，算你输了啊！就算我输了，算你输了，行吗？行，我能做到。嘿嘿嘿嘿！哇，浓重的牛油，嗯，好吃的比心。
咽下去，没咽下去。来，他那个怎么比的？我没看出来。完了。不对不对不对，我们不要再分开是不是？好，这个就算我们就是尝试一下啊，这是我们得一分。你招真的太多了，蔡依林的心。哎呦我，我们再来。那这样，我们每个人找一个人，然后给他发，必须是参加过我们节目的人。哦哦，看谁先回。是这样子，我先刷一下朋友圈，看谁刚在发。对对对，你说的对。我给秦霄贤发一个，我给高清晨发，我给那个小九发，我给子宁发，我给虎子发。哎呀，我应该给我妈发。当着面回不行不行，这个作弊做的，这作弊做的也太明显了。我赶紧的，这谁呀？我就直接喊他的名，小九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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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来，我是秦霄贤，给我随便回个微信，快。好，来了，三二一，发，发。现在谁的手机突然一响，那个，哦，感觉非常的紧张哈。到现在一个消息没回，我现在真的一个没回，空的，没人理我。我们四个好失败，怎么了？哎，妹妹，你现在发一个好吧？啊，我发。你现在可以是任何一边组加码。好，我发了。你是给谁发？我给荣子山发。你问他那个这次那个高考考得好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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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的朋友给我发了，虎子发了一个，录制顺利，爱你还发了个红包。赢了赢了。哇，虎子，哎，我跟你讲，路虎平常不这样的，他是因为知道是节目才发一个这么大的包，他平常是1.98块好吗？怎么可能198？别闹了，虎哥，啊，你果然是懂综艺效果的。哎，子宁回了啊！子宁回了啥？还前脚刚走，后脚还要在节目里。他问我咋了？说你快回来一趟吧。我们再来，这样，咱们四个给闫琪发同样一个微信，然后看他先回谁。回，对，哎呀妈呀，这俩人一起组，还是咱俩搭档的好。为什么节目组第二季找咱俩呢？咱们这个一下团魂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请先给我回电话，就发这个怎么样？他肯定知道我们在录节目，他肯定会反应过来是节目，但他也只能选择一个人先回。对，来，准备好了，三二一。发。哎，我回微信了。啥？张延琪回我啥？张延琪回我啥？哎，张延琪。当当当当当当当。你先回复了杨迪，他已经在跳舞了，他赢了。张延琪，朋友请吃饭，第三季见。但是我接受不了，张延琪发了一个这个表情，然后给我回了一个你，给我补了个你惨败。行行，可以，延琪，我明白了，都懂都懂。他说我发的太早了，太有礼貌了，所以我的礼貌是不值得你的礼貌的回复，是吧？等呀等呀，哎，解释了，你知道吗？陈姐第一个发的，海涛第二个发，你第三个，迪哥最后给我发，所以他的信息在最上面。所以先回的你，所以还是迪哥招多，聪明啊，因为他是综艺男人，年过少了年少年。那咱现在总结一下卡吧，现在都有多少了？怕谁呀？啊，对不起。
你是大哥，你是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就第一季和第二季之间的厚度和深度和受众群和收视率。那走吧，我们去找人了，好吧？走吧。那我们往这边走怎么样？那我们就走这边吧。哎，你们好。好了，都是90后还是00后啊？90后还是00后？00后。晚上要不要来我们录我们节目吃烤串？真的吗？百人烧烤宴。待会儿我们可以北二楼给你们发卡，都是00后还是80后、90后？零零后。零零后。有。一定要来啊！一定要来。我是零零后。OK。我是零零后。哦，至于咱了。我也快了。你是从哪儿来？我四川，重庆来算。那你说一个长沙最好吃的东西，说三样，你来吃过的。口味一下，小豆腐，臭豆腐。回收。臭豆腐，还有那个口味虾，还有那个猪油拌粉。好，说得好。都有了吧？都有了吗？待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发完了？没了。00后没有了。没办法，我们第一季没办法。第一季常州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第一季的人的人气攒那儿的，他们是很慢，是不是？我们还得等他们啊。真的是。那等一等吧。都饿了吧？这是干嘛用呀？拿这个卡晚上来吃饭，免费的。真的？哎，是00年吗？00年，我03。05年。05年这一波。这个我的拿吗？对。几几年了？八几年可以的。一会儿来。说我们两个人长得好像。都帅，谢谢。有空带孩子过来吃饭啊！好，过来吃饭来吧，朋友们一起来，不花钱，都是杨迪买单，记得啊，全是杨迪请客。我01年的，随便吃，杨迪买单。真的，一会儿跟我们吃饭去呗。可以，带着宝宝一起来啊！节目大爆，可以，谢谢。自己的歌大爆，可以，谢谢。谢谢了你了。那个能不能给我想个押韵呢？朋友请吃饭，朋友请吃饭，心情感觉帅。我弟弟，你这真不押韵，就是你这个，你真敢说，你真行。我女朋友还在，女朋友在这儿呢。孩子，来，想个押韵的呀。想朋友请吃饭。对，来还能合个影来，感觉真浪漫。哎呀。关键的时候，突然间放炸心了，把你弄的，哎呀，家伙的女朋友一来，你还给我整浪漫了，你还给我，行，一会儿咱们就吃饭，待会儿见吧。哇，这里好吃的还挺多的。嗯，这什么小吃啊？这是。哦，吃那个。这是什么啊？小龙虾锅贴。小龙虾锅贴。想吃是不是？你还吃得下？那个有试吃吗？可以。最小分几个啊，弟弟？四个。给你买4个。行。吃吧。我不要葱，谢谢。谢谢。哦，好香。好吃吗？好吃。好吃，里面还有紫苏哈、里面有紫苏，不错，走，你不吃了，你吃，哇，很好吃、阿姨，哎，你好，你去哪里玩？您吃饭了吗？我去上网啊。你去上网？你去玩什么？玩游戏。真的假的？玩什么游戏啊？那个英雄联盟。随便问一个阿姨，她说是上网。看到没？这就是咱们第一季的效果。好了，主持人好帅。哎，哇，90后哈，你们从哪儿来长沙玩？哦，整轴的。我们刚才碰到涛哥了。啊，碰到他们了，他们发了卡了吗？给了我一张。啊，扔掉。我看看是什么卡。对，接了一个 rap。哦，你还接了个 rap 是不是？朋友请。你拿了吗？我没有。两人用一张卡。两人用一张卡。
卡。你待会儿，待会儿进去。我们给你两张卡，让你们坐在一起，怎么样？你那张怎么办呢？我先帮你收着吧，我还给他们。对，来，现在用我们的卡。晚上一定要来哈，一会儿见，一定要来啊！一会儿见。这个就是证据。你好，大哥，你们是不是60后、70后？哦，对。你们晚上要不要来吃个烧烤？解放西离这儿远不远？不远。解放西的北二楼有烧烤。一会儿见。你那还有几张？我这没几张了，只有。必拿下，朋友王。Hello， 欢迎光临可口可乐朋友烧烤局，里面请。两位是谁邀请来的？你哥邀请。好，那坐这边。好的。欢迎欢迎，里面请。你们是谁邀请的？啊，好，来往里面坐，往里面坐。哦，也是迪哥队，你们都是吗？对，五个都是。是。哦，好多人，来，往里坐。迪哥可以啊，往那儿最里面那个。我现在都替醒哥捏把汗，解个啥呢？我买手指是吧？你看你的直播那个电视，你那个吃饭没？我们等一下回家吃。哦，一会儿哦，弟弟，吃饭不？我有事排练去。吃没呢？吃烤串吗，妹妹？不饿呀？你们是谁邀请过来的？杨迪哥，哦，杨迪哥那拼桌了，只能。哦，又是迪哥，迪哥组织，迪哥这得加桌了，我怀疑，迪哥这已经这样了。嗨，你是谁邀请来的？苏醒。哦，醒哥终于上分了，醒哥，往里进吧，都往里进，对。烤串来了，哎，先吃。好吃吗？那也给你来个单。烧烤配可口可乐才是热辣烫爽搭子。烟火焦香，滋滋畅爽。一口畅爽，烧烤也成局。来，干杯！Hello， 来吧，第一季。哎呀妈呀，来吧，这客气的，来 ，respect， 不知道我们找的那些都来了没有啊？观众们会不会闪亮登场？易拉宝，哇，可以，朋友请吃饭，你们的下饭好友，请你来吃饭了，内心充满期待呢。万一只来了很零散的几个人，我现在这样空空荡荡，感觉楼上。会不会已经埋伏好了？就咱们四个。哎，是涛哥的声音吗？是吧？我听着是这么事儿。躲起来一会儿，来，躲一会儿。机器给我，我来拍。好。哎，不会没有人吧？我都没发完，因为60、70的真的发不完。哎呀，妈呀！哎呀！你们这两个机位在这儿躲着，在这儿藏着呢，好意外，好 surprise。走吧，那就一起拍吧。来，我来拍。我们全是歪的吧？应该所有人都是歪的，在镜头里面。来，走吧，可以了。这都是我们的人吗？对。哎，这都是我们请来的朋友，我看出来了。这是我们请来的朋友吗？是。嗨。哇，这好感人啊！朋友都多么热情，是吧？真的都吃上了，太爽了！我说这谁呀？大喜的日子，我一看，就是欢迎来啊！来了！哎，这位大哥真来了！哦，真的来了，真的来了！那你们拼个桌，都在这呢，都到齐了哈！哎，好，哈喽！哇，吃啊，大家吃！哇，热闹，绝对热闹！宝贝儿，今晚的好好吃啊！我们也坐吧，咱们也坐吧，来吧，咱们坐吧。能不能上点那个烤的面包？对，烤的。饿了，出去叫摇人之后饿了，摇人之后。给我们烤点面包呗。摇完人之后。这是啥呀？这是这是可以啊，没有菜呀。白菜吗？
番茄炒蛋大白菜啊，这还是个特色哈。这还是个特色。这啥呀？羊排是不是？排的上面全是辣椒。那我们就好好吃一会儿吧，好好享用一下今天百人烧烤。你们尝尝啊，这个上面的这个辣椒面我东北才吃，就不太会这么明显这么大颗的，对，有点像江西那种辣椒。对对对。这个豆干好好吃啊，香爆炸。面包，我上来就炫了个面包，我也炫了，又饿了，我又饿了。现在呢，拿在我手上的就是我们今天朋友王的比赛结果了，到底是谁摇的人最多呢？摇的人最多的那队就是我们本期的朋友王了。哇！朋友王怎么数呢？他们的那个上面都有那个，好像有哦，有我们的头像，对，就是。那个是我们的头像，这个是我们的头像，对对对，是那桌就是咱俩的，你看，嗯，这样是，看上去会是迪哥跟玄，因为从这边过来都是我们的桌，但是到了这边又是海涛他们的，对，这个已经上升到，到底是第一季的常驻魅力大，还是第二季的常驻魅力大？哎呀，也没有这么严重啊，我觉得，但是也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好，现在我要宣布了。本期朋友王会是谁呢？哎呀，谁呢？这关乎于我们的面子呀，这个人气呀。谁是谁呢？涛哥还是迪哥呢？让我们来喝一口可口可乐。来，这么关键的时候，一口畅爽，沙老也成局。好，本期的朋友王是迪哥和卓璇。
我们赢了，谢谢，都赢了，都赢了，请请来的大家，因为我们请来的人最多啊，就是我们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继续点菜，多点一点，包在苏公子身上了，因为迪哥赢了，跟大家高兴的宣布，今晚你们所吃的所有一切，迪哥买单，迪哥买单，好，谢谢迪哥，谢谢迪哥，谢谢。我表情千万不能乱，不能慌。啊！怎么流泪了？怎么流泪了？开始发疯。突然火爆。突然颠了。我觉得可以。我觉得行。表情不能乱。我认为我们就是说，我觉得给咱们这个机会多好，请喜欢我们的观众吃吃饭。是，对，我觉得接吧，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就是作为这个朋友王，请吃这个饭，就是说啊啊啊，可以。真的慌，真的很慌。一百个人，一百零一个人。有些点多了，真点的有点多。放开点，放开吃。没事没事，就确实放开吃。朋友请吃饭这个节目对我们两个来说还是非常有感情的，非常有感情。去年其实没有机会这样子跟这么多人一起吃饭，然后今天有这种机会可以请大家一起吃个饭，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荣幸且开心的事情。迪哥，我们也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跟朋友吃饭是最难忘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出哪一顿饭是最让我们记忆犹新和感触最深的。我其实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们，关系特别好嘛，八个人，我们叫八仙啊。那个时候很流行那种结拜，所以那一次就是在我们家里面，我们说所有人在一起要吃一个结拜的饭，然后呢，几乎没有人会做饭，因为都是一群高中生，那个时候还不太会做饭，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有一个朋友负责煮米饭，他算哈，我们一共八个人，好，八碗米，一碗、两碗、三碗，煮完以后，我们家里电饭锅盖不上了，往外冒，然后这边炒菜就是那种胡炒乱炒，反正那种青椒乱七八炒一堆。那顿饭真的没有做出什么花来，但是我对那顿饭的那个记忆非常深，因为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结拜饭，这真的很让人难忘。我想到一个，我上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班级的同学组织去一个人的家里吃涮羊肉，哦呦，然后我去了之后，我看到了啥啊？一头活羊，八只，我看到了，真的一点不夸张啊，这么大袋子，四大袋子羊肉，哇，那么多，大家就是涮在里面就吃，然后，那个状态就是。年轻，然后大家此刻就是开心最快乐的那个状态，这就是朋友聚在一起的感觉。我记得是我拍戏回长沙那段时间，然后我又去看了我的初中班主任，当时就说，哎呀，我以前也挺调皮的，然后也不好好读书什么，他说没有没有，你就是孩子。他看着我，他突然给我来了一句，就是你真的长大了，就这一句话。可能在他记忆中，你还是以前学生的模样哈。对，就挺调皮的那。在老师的眼里。对，突然就是给我来了这么一句，就我感觉像整个人都鸡皮疙瘩往外冒的那种感觉，看着我的老师。其实就是像这种比较特别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比较多哈。像现在我自己吃饭最多的是我的工作人员们，就是在我们每次录制完或者工作完很辛苦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吃一个特别简单的饭，可能就点个外卖。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来说，就是在非常辛苦的时候知道有彼此在陪伴，鼓励彼此继续去往前。所以吃饭和朋友们一起，那个火候是很重要的，给自己增添那种生命力的火候。对，而且说实话，我跟陈仲玄录制第一季，其实录制之前我们俩算是同事关系，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饭搭子和朋友搭子，但一季下来太是了。我们真的能吃到最后的那一刻，反正就是当你能跟这个人吃到一块去，而且每个人彼此都能促进食欲的那一刻，你就觉得哇好棒，跟这个好投缘。所以我
会非常怀念我们那一期嘛，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每次节目之外，我会在别的场合碰到陈哲学的时候，我们俩就像真的见到亲人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能吃到一起去的朋友们，而且常常陪自己吃饭的人，就会让自己觉得像家人一样。对，咱们这个朋友请吃饭，其实就是连接了两个关键的词：吃饭和朋友。每个人每天都要吃饭，吃饭是第一大的事情，把饭吃好，身体健康，心情愉悦，比什么都强。但是呢，跟朋友吃饭才是最快乐的事情。啊，没有朋友的话，很多的饭吃的是没有意思的，菜都点不了那么多，吃的都不香。有朋友，所以中间那个请字才存在意义。请谁吃？请朋友吃。谁请吃？朋友请吃。哎呀。可口可乐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的，谢谢可口可乐一季的陪伴，哎，两季的陪伴，三季的陪伴，十季的陪伴，一口畅爽，烧烤也成局。但是真的是很热闹，因为一直到我们会在长沙来完成整个我们第二季的收官的时候，心里面特别舒服的，因为大家其实来长沙都不是来长沙的，回长沙一个月不得来个几趟呀？肯定的，对吧？每一位艺人朋友都跟长沙有非常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对不对？如果不来的话，只能说明还混得不够好。真的，这长沙好吃的太多了。我还在分享说的，你涛哥那时候为什么来长沙的时候，你说挺瘦的，瘦的哈，来这儿直接吃开了，来了直接就吃开了，是吧？所以就是养人呐，是吧？就希望咱们以后你们就多多的来朋友请吃饭。哎，其实我觉得经历了今天一整天，看来长沙对于大家都不仅仅是梦开始的地方，长沙的美食对我们来说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啊，那当然了，都说抓住一个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我们去年来长沙的时候体验了各种湘菜啊小龙虾，今年我们来长沙撸串，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之好，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烟火。哎呀，烟火气的长沙，而且有这么多热辣美味的烧烤，又邀请这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吃，我觉得心情都特别好。如果还要用一个词来其中的话就是热辣，热辣，哎呀！但是光有热辣肯定不行，我们还得搭配畅爽一起。哦，没错，我觉得热辣畅爽搭子就是可口可乐，这是最好的搭子了。尤其是辣到不行的时候，喝上一口可口可乐，哦哟，哇，这种感觉真的是爽！那朋友们，让我们来一起感谢可口可乐带给我们如此畅爽的感觉。一口畅爽，烧烤也成局。谢谢可口可乐。毕竟咱们是充满一个仪式感的节目。有东西给我们，朋友王，恭喜！恭喜你，恭喜卓璇。是啥？跟我们分享一下。哇，我们还要拿回去看他们这一期的照片。这个你们要吧，要不你们拿着吧，越看越火大。什么意思啊？什么？就让你们感受一下，为什么这季是我们？真的是把你们穿起来，又烧又烤。哇，这里才是重点，大家给我们写了很多留言。大家现在都收到了那个邀请卡，它背后是可以留言的，可以给你自己最好的朋友、你的饭搭子留言，也可以给咱们请客吃饭的嘉宾们留言。你看人间烟火气最暖凡人间，哇，感谢朋友请吃饭邀请我们共享美食。高考顺利，父母欢心，我爱的人幸福，爱我的人快乐。每个人都写了好多美好的寓意，然后还画了很多爱心。嗯，谢谢谢谢。这里怎么还有一封信啊？这可以打开。如意红包，这啥呀？打开是什么？醒哥，醒哥，迪哥，涛哥，卓璇，有你们真好，这一顿我们的好朋友可口可乐请了。哇，终于可以发自内心的笑了。哇，你真的，你刚才整个灿烂的我都有点晃眼睛。前面是这种，前面是职业假笑。你们也看看，让我们谢谢可口可乐。谢谢。看
看照片，都是你们整季的回忆。但这些画面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很熟悉，因为最开始我们跟醒哥相熟的时候就在深圳。醒哥，哎呦啊，涛哥，坐。那你吃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可以达成默契的。你虽然会吃，我虽然能吃。他深圳大学永远追不上的女同学。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妈学了高尔夫球。对，哇。新鲜了吧？太好吃了！我的天呀！深圳特别像我们交到的一个新城。我觉得这个城市包罗万象，这个氛围都是很新鲜的，生机勃勃。武汉这座城市啊，它是一个江湖城市。对。哎，三五好友一起约着吃烧烤，就是意气相投。没错。武汉的烧烤特别有名。哇，好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在北京、上海都没有。我准备想整个一个吸溜进去，但是它太嫩了。武汉这站让我对武汉的印象加分很多。淄博，我们在那个著名烧烤那个对海月龙宫，对，就是在这名字听着就很霸气。这一圈都是淄博呀、啊、最好吃的店，而且是承诺不好吃就免单的店。哇，吃了一路，感受了淄博的美食，感受了淄博的热情。谢谢淄博。南昌烧烤得配粥。哎呦，真好吃！这个鸡爪子，六，太好吃了。哎，这个粥真的绝了，你尝这个粥。你什么瓜子？确实是感觉。惊喜啊！哇哇，这是什么？转我们第三季的常驻嘉宾。这个就是你们可以代替上面的名字，把一个人盖住。对，然后这样再说。哇，这也有点不太好吧？这有点伤人哈。那我先来盖。来了，我也要盖了，来吧，来。我出于自己之前跟他们录制啊，我先把陈赫和范志毅老师给盖了啊。我们在上海跟他们录，饿惨了。跟他们录，我可能吃不上饭，所以不好意思。我替醒哥。那我就只能对不起张远了。博远得罪谁了呢？因为醒哥是吧，去年飞行飞着飞着把我们俩常驻给搞掉了，所以就是趁着醒哥不在才这么说。趁着醒哥不在哈，这个你看，这个刚好缺两条，你看到没有？哎呦，等于说赚了两个都等于你哈。这个苏醒啊，可以，这两个可以一连二，我贴个制胜好不好？因为这是我的游戏搭子，我跟他玩游戏啊，充满了快乐和不确定，跟胡兰没有任何关系啊，纯想贴制胜啊，纯想贴制胜。
那么都贴完了哈，涛妈帮我们转怎么样？好，宝贝们来，一二三，开始。让我们期待一下，哦，好，朋友请吃饭第三季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常驻嘉宾呢？又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的惊喜？一口畅爽，家常也成席。本节目由让大家聚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独家冠名播出。考生派系测试，以下哪种烧烤更接近你的饮食习惯？那我 A 酱香大串，我也 A 主打性价比，我也 A。我有点不合群，我选个 B 行吗？精致小串，仪式感很重要。既然我们都吃串这种东西了，就得解恨为主，我得吃到解恨，吃到爽。而且酱香呢，它有各种调味啊，让我吃起来就是会这个滋味会更加倍。对，因为我从小的饮食习惯就是这种吃法，所以就是我选 A。可以接受烤水果吗？我是 C， 好吃的话可以试一试。我是 A， 打个幸福压力，因为我从小时候就很爱就是吃奇奇怪怪的东西，就把各种各样的去烤了。Easy。我是 B， 我就只能简单点缀，我其实不太能接受太猛的。D， 奥义，每样东西都应该有自己的边界。烧烤上面烤什么水果？烧烤哎！要烤完之后糖分会更冻结，就突破了。我觉得。你们认为烧烤的灵魂在于什么？氛围，对我来说永远是氛围。吃什么样的烧烤？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跟什么人一块吃烧烤比较重要。重要，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吃烧烤就是。氛围的选项是什么？氛围是，别睡都起来嗨。不是，选项是哪个 ？C。怎么比来着？我也是 C。那你选的是主打一个氛围，那不是巧，那不是巧了吗？out 哪种烧烤搭配是你偏爱的？我 B， 我也是 B。 B 烤牛肉配菠萝，可香了那个。对，我是那个烤肠大葱能行。我也烤肠大葱吧。我始终觉得水果和肉不应该放在一起。好吃了，好吃的。out 派系烧烤千万种，快来一起测测你属于哪个派系吧。上微博，进入朋友请吃饭话题页，全国大考等你串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